天主的圣名。
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已与基督一起葬在天主之内。当基督你们的生命显现时，你们也要和他一起在光荣中出现。天主圣言。Thank you.
也是我们信仰好多的论点。
但我们看不见他，感觉不到他，听不到他的心灵声，更相信他的存在。但你在我们的黑暗和恐怖中，空虚中，寂寞当中，困难及危机中，因此我们不该在死人中，而是在活人中寻找耶稣。我们并不应该停留在人物里，其中我们的精力迷失了。当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和精神去看我们的问题，花太多的时间为自己考量、追求上进，当我们花太多的时间、精神和体力去了解天主为什么一定的而死，我们就看不到终点的在哪里。终点就是耶稣复活的。当给我们支持了主里人物的途径和新生命的方向，让我们再次与全世界分享这希望的信息，让我们做大复活的见证人，给在多数的地留在坟墓中的人射中做圣母的见证。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之独生者的童贞玛利亚，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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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
朝阳及大清源寺之子和少南部正德是有福的。
请你先趁你的时代不断专顾我们，听到我们也进入复活的光荣境界。以上是主持我们的主基督。神父，各位教友们，大家平安。首先，我们要欢迎本堂新教友以及第一次来与我们一起参与弥撒的朋友或者是教友。我们请你站起来，我们要欢迎你。Hallelujah.